头球，还有毛剑卿。这个球毛剑卿再想过他再传有点多此一举，其实刚才停好之后马上就有机会传中了。确实在今天整个的这个40多分钟啊，他的这个一对一的突破能力啊非常高，所以他也非常有自信。头球漂亮，中国队开出角球之后，中国包抄的队员非常有力的冲顶破门，中国队是2-0领先了。是应该朱挺进的吧，是朱挺吗？啊，是朱挺，朱挺进，应该是毛剑卿传的。我们看毛剑卿传啊，这个球对方防守漏人了，朱挺舒舒服服的顶到了这个球。再看，哎呦，我们还说呢，整个上半场几乎就没有看到朱挺，下半场他第一次闯进镜头就是得分。中国队现在2-0领先乌拉圭国奥了。你经过合格的这个考试，哎，应该是崔鹏被换下了啊，就让常涛陈涛吧。对，中国队换下了崔鹏，换上了10号陈涛。